第一句到底是歌唱个什么？他是什么？现在的提词机又突然宕机，下雨天或什么器材坏掉都没关系，我就是怕坏掉的是提词机。当岁月轻飘飘飘的流走，我们都爱我们先。我们是现在，我想问你们问题，你们想不想现在就回家？雨那么大，你们确定吗？确定。是的，既然该来的躲不掉，就让我们迎头赶上，迎头赶上。对，然后虽然说呢，这个痛苦呢，五月天没有办法完全承担。在今天晚上，五月天许你一个承诺，一定会给你更多的痛快。那边有一个人举一个什么来和我 solo，、啊、五个五个可以选这样子吗？是不是？马萨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垃圾车？你说他什么？你说马莎是什么？垃圾？你说他是车就算了。你说他是什么？什么车？你说马莎是什么？大声说！再大声一点！马莎是什么？好，这段小片有录起来哈。好好，今天晚上放相信音乐脸书，拜托。哦，我这段永久保存版。最后我们要唱的这首歌，就是怪妖的身体的下半部的这一首歌了。我们数到三，把它抽开，三二一。什么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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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你要写清楚啊！哪一首？问你。等一下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是真的看不清楚。三二一。对。对啊，我们就是问你们什么歌？问你什么歌？你又问我什么歌？问来问去的，是要问到天亮哦。什么歌？三二一。哎，等一下，现在要吵架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不要重复我们讲的话啦。我们现在要唱下一首点歌，我们五月天耐心也是有极限的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等一下，我好想看你的耐心极限到哪里。没有，我现在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用五月天最大的耐心，我再问你们一次，如果你们再乱回答的话，我们演唱会就到今天取消。请问你们要听什么歌？谢谢，再见。什么歌？来，字幕先出来哦，不要拖了。不瞒各位，第一句到底是歌唱个什么？他是什么？现在的提词机又突然宕机，下雨天或什么器材坏掉都没关系，我就是怕坏掉的是提词机。现在我只能乱唱，随机歌词到底要哪句歌词？我还在想，配上一个智慧声音的马莎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当岁月轻飘飘飘的流走，我们都哎呀呀呀白了头，有什么留在你我的心中？那是什么？我 carry 你，马上。你 carry 我。